曲呢是周杰伦演唱的《反方向的钟》，原曲呢是降 B 调的歌曲，原本使用G调指法，然后变调加，加了三遍。刚刚在示范的时候呢，我是把变调加加了的四遍，更适合女生的演唱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慢速的看一下歌曲的前奏部分。比较简单，就是三个和弦 ，C 大七 ，D 十三，就是 C 大七的指法，平行移动两个品。紧接着第三个是一个 E M 加九，这个和弦呢，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 E M 和弦来代替，这样呢难度就会降低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歌曲的 B 段，这里呢使用到了一个连续的根音下行，六品处。M 的一个指法，然后拇指按在六弦的二品 ，B 七，注意下面，到歌曲的 C 段副歌部分呢，右手的节奏旋律比较难，左手呢还是围绕着 C 大七、D 十三还有 E M 加九和弦来展开的，右手节奏型选的是一个大的的大。前八后十六加一个八分，好，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里的敲弦，是用中指跟无名指敲击一二弦，像弹出去的一个效果。AM 的一个技巧，大的的敲，敲的时候呢，小指作为一个轴心点靠在面板上。当然呢，副歌部分也可以做一些简化，就是把第一个大的的改成一个大大，第三拍的敲我们直接可以用一个勾弦代替就行了，就比如像这样大大大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歌曲的间奏，这里呢也是围绕着指弹的形式来改编的。唱部分，好，这首周杰伦的《反方向的钟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